同样很久没有露面的吴尊也透露，这段时间他都待在文莱写书，这是要当美男作家吗？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在忙，都在文莱，对对，可以算是休息，因为可以这样子讲吧，对啊，可是也没有在休息啦，因为我在忙我健身房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在看剧本啊，然后还在写我的书这样子，对，因为我想出一本书，然后是一个比较讲一些就是我的人生这样子，对对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嘛，然后就是一本书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力量，然后是一个做慈善的一本书，对。娱乐台视力台北曾报道。